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，好奇他们在干什么？猜这里面有多少只？一只、两只、五只仓鼠。因为我手上有另一只逃跑的老公的味道，所以他们会有一点排斥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。一只手放下去。我天哪！我就一直以为老公不咬人呢。这应该是他们老大，这是白色的。咬不疼，但是也不行。